哥啊，是一个我心目中的偶像哦。一出道啊，就对他注意很久。嗯，我的注意是因为我看这个人的才华一样，爱才心切。哎，还有，当然还有别的男生注意，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你这个是女的。哎，男生就是那个我们很多同事里面。嗯，怎么样？因为这个女人长得很可爱，很漂亮。我觉得是，其实不是她长相什么美的，或者可爱，我觉得她有灵气。哦，有灵气又有灵魂，你有灵气啊！我也很是啊，你看你的眼睛充满了灵性。谢谢你啊，就是整个连环炮里面你对我最好了。哎，菜头也不错啊，菜头有英气啊，哎，英气，英气，英雄的英，英雄的英，英雄的英，我有英俊的英，我跟你们讲是啊，就是英俊的英。好，来我们起来欢迎，欢迎这位苏慧伦。哥，冰冰姐，菜头哥好。我们特写尽量拉大一点，哎，多么可爱，好像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化妆品的广告，有没有洗脸的？苏慧伦啊，你说她刚出道的时候你就很注意她，其实我也很注意她。我所谓注意她的是觉得啊，有的人说是大众脸，但她并不是大众脸，但是我觉得她让我觉得很面熟，因为她的气质跟她的长相，我觉得很像日本一位天王巨星山口百惠。有没有人说？真的这样讲？整个感觉，因为山口百惠她也不是说以非常美艳啊，也不是这样，但是就充满了灵性。哎，然后她的气质、她的外貌，整个都很像。那山口百惠在她最绚烂的时候，她就很归于平淡，哎，就归于平淡。然后我就觉得对她那种永远的怀念，再看到一个哎，台湾也来一个那么可爱的人，哇，不得了了啊！尤其是她的歌啊，歌声更是非常的甜美。哎，下过假后天呢，跟这个成龙先生合唱啊。对呀、啊，成龙因为有他才得以出唱片。哦，没不能这样子讲。我挺爱那功能。对，成龙来的时候他的讲法又不一样。哎，因为有你才能提拔到苏慧伦这个小女子。最近又新唱片了。对，新的专辑《寂寞喧哗》。还是跟谁？跟哪一个男生？没有，这次都是自己唱。哦，那你是跟别人唱这个销路比较，还是自己唱销路比较？不晓得啊，这张才刚发。以前有自己唱过。有啊，对。那、啊、怎么样啊？差别在哪？他的意思说，你第一次的唱片是一个人唱，后来跟成龙唱，哪一张的销路比较好？差不多耶。那成龙也没什么用。卖贡出来，你懂吗？外人不回到是地狼品啊。哦。啊，虽然是天王巨星，但他的电影你看，哎呀，目前在上演的，你看多轰动啊！对啊，都没有国片敢跟他打。就是 啊， 是啊，各有所长。有啊，有。我演的山丘快要打他了。哎呀，等他走了才出来好吗？我你下次有基本男女合唱，提拔一下我们菜头。他的意思是想讲，提拔一下我彭佳佳。台湾姐姐必要他比较轻快来比啊。因为明知道他不会唱歌，还故意讲他。是啊，是啊，他想讲他自己。我觉得我下次也可以出一张苏慧伦和十个男人的专辑。哎、欸，对。那就专门选这个彭佳佳啦，菜头啦，菜头啦，陈黎啦，赵传啦，丹立龙啦，小麦让 QQ 来，好，你想睡啊？这样子众星拱月、啊。今天这样子，既然是年轻人来了，我们又来挑年轻一点的歌啊！我被搞坏脸皮，刚刚我都脸皮欧巴桑了。民歌啊，这我来这个节目是讲有利有弊。就有利就是我学到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歌，我也自己觉得我心态上觉得很年轻，跟着这样很开心。那有弊就是觉得其实我的特长不是这样子，那我会把我的缺点暴露出来。不会啦，你是在讲我吗？我的功力拍水送花的。对呀，你整个都卖 kiki， 你们三个站在一起好像一家人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别管了，别管了。啊，不可怜啦，这种爸爸跟这种妈妈哪可能生得出这样子的女儿呢？负负得正啊。怎么行呀？然后白小燕嘛，盖高枝。我连那个气矿买回来。所以硬要这么做，对你超太熟了。别请我啦。好啦，来啦。来，不是，今天我们挑民歌来唱。一人挑一首，你挑什么？牵挂。牵挂。我要挑更年轻的，我等你再跟您讲。可以。卖个关子。牵挂是吧？我牵引。我牵王。看王，我都要替你讲。我木棉道。我牵手啦。你牵手。不啦，不啦，我唱白条歌。好嘞。等你都知。好来，预备开始啦。我离开了你，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。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，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。红
花开满了木棉道，长长的街好像在燃烧，沉沉的一夜徘徊在木棉道，轻轻的风吹动了树梢，唱迄条敢那阿婆啊了，这个歌吼后面要有一根尾巴，唱一条歌好不？唱一个要成龙一条歌好不？嗯，让我用最嘹亮的歌声来陪伴你。哪有这么贱啊？哪有这样？好像马在叫。欸，加长效果啦。不行啦，你要看，比如有的阿伯啊，喝茶是。好歌，那就要看歌词。让我们看云去，哎，好看。你是笑脸男吗？他今天谢谢苏慧伦的光。谢谢。你要注意反光康和哥照出来。那对了，好，我们带着反光康和一起去看一个好看的短剧。来，请收看《笑淡包青天》。